穿上紧身红色亮片长洋装，会场入口站着两排辣妹，微笑挥手迎接宾客。场内好热闹，还请来敲锣打鼓。这是太阳联盟万华富阳会春酒晚会现场。好，恭喜到机会，太开心了。就害怕春酒晚宴出现脱序行为，警方动员大批警力来盘查身份，甚至出动金属探测器。刑警不放过每个前来的宾客，一一做检查，场面浩大。不止里面，就连外头也站满警察。北市特勤各个荷枪实弹，在场外戒备。因为有了竹联帮名人会的潜力，警方完全不敢大意。我们提前的规划多名，收证警力，并动员为保安特勤警力，共同来维护治安，展现警方打击犯罪之决心。就连副分局长也亲自到场作证。除此之外，派出超过60名警力到场盘查搜证。不止当地辖区警方，还有特勤扫黑专勤队都出动来支援。黑白不两立，呼吁黑道分子勿示众，心存侥幸，挑战警方公权力。那今日查获任何不法，我们将严以就办，绝不宽待。选在台北市闹区酒店内，从原本席开25桌暴增到40桌，现场超过400人。太阳联盟盟主、副盟主都现身主桌，但这样大张声势也被认为不把警察看在眼里。警方也强力执法，防止有心人士趁机滋事。华新闻张家宏、胡元主、郑慧良、王神义台北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